晚间六点，基隆市长谢国梁来到国民党基隆市党部，一上台深深一鞠躬，感谢基隆市民。谢谢。在这一场的选举投票当中，我们最感谢的就是全体的基隆市民朋友，这一次的罢免的公民团体，我们也要表达诚挚的感谢。其实这一次的选举他们并没有输，基隆的公民、基隆的市民更没有输，因为我们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完成了70几年来从来都未能完成的罢免投票。我也在这边跟大家来承诺，我们一定会用谦卑的态度，在未来持续的跟我们公民团体表达密切的联系，在每年的第四季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市政府做深入的座谈，共同商讨如何改善基隆的市政。回忆起罢免这段期间，谢国梁一度哽咽落泪。因为跟大家报告，这一场选战的确它的过程并不是非常的容易，但是我的信仰也一路扶持我，让我能够走到今天，所以我也希望他的爱能够充满了这座城市以及所有的家庭。我也希望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抱歉哈，我只要讲到这些我都会特别的感动，但是我想也要谢谢大家，选战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日子要回归正常。其实我说一句我的心声，我们市府团队在这几个月并没有被这场罢免去拖延到，去影响到，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在做我们的工作。但是我想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可以用更正面、更快乐，而且不顾一切的态度继续推动我们的基隆市政。最后还是让我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在座的各位，谢谢你们，加油，谢谢基隆，谢谢基隆。12万分的感谢，12万分的感激，来感谢大家。随后市长谢国梁在立委林佩祥等人陪同下，以车队扫街方式向选民表达支持。记者黄少明就报道。